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了，就怕我在这花钱呗。然后里边余额是零，特别好吃，热乎了。付钱了吗？没有付钱吧？这个，你付啊，四块钱。好的好的。你确定啊？特别好吃。嗯，不理他。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换盘跟我一天的戏，他就吃。那个这边特别有名，那个毛豆，那个。 炸菜毛豆还是什么毛豆？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还在这里。一碗多少钱？5块钱，5块是吧？还在我当。哇，真的？哇，好嫩啊！就是很嫩的那种啊。好嫩哦。哎。要叫我吧。哇，很好吃吗？ 快吃吗？豆腐吗？朋友们，特别嫩，特别嫩。我们的豆花特别嫩，特别嫩，真的去买吧，特别嫩，嫩的不行，太嫩了，太嫩了。姐姐，你吃吧，我再去买一个。放了他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就是这样，妹妹，咱们没拍呢，还没录啊。我们穿着牛仔裤，他现在是在做道具，做成吃过的样子。做旧，做旧，在做旧。 所以你是到时候吃饭那一场，就是已经就那样，有的那样，就是很奇怪，就这个人很奇怪。但本来说他从艺很好，这个妆还会什么不清，你知道吗？吃道具不开心，什么一笔，都录下来没？一定要发到网上。勤俭节约的好演员。吃粉面好吃吧？来，舌尖上中国有，来，好吃吧？来，南郊，带他去医院看看。 你太操心了，谁的事儿你都操心，饿了吗？吃你的吧。